别想前面的。猴子要搬吗？可以搬，可以搬，可以搬。空要搬，应该要搬，搬的挺好的。没事，我们要赢的这把。对，微微选一个，贝尔维斯，贝尔维斯。可以，可以啊。没事，我有感觉这把不是最后一把，我们应该还能打两把，我感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带的彗星。我操！我还以为老子带的彗星，吓我一跳。加油！加油！好好打的。我有意。别给他补刀，小心盲僧上三组抓上，抓中上。哎，这你没扫是吧？盲僧亮中，我没扫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没扫，看抓不了下子。双两个都没闪了，开个洞，看你打不了。开始，盲僧没闪现了，我直接毙了。Okay. 要推吗？推推推，你们吃吧，我直接毙，我不管了。我再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他会升六吗？剑魔？他会六，感觉六也没关系，六没关系。来呗，杀呗 ！Go go go！ 我在中，我在中。直接下来，直接下来。哦，他们应该会在 A 龙，龙给他们，龙给他们。我可以过去 A 了，魔神抓上了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状态一般。他硬抓，硬抓上了，我在靠。我们先，我们应该先走。有闪的吗？我在靠，我在靠。小虎，我有大吗？盲僧，盲僧没到，盲僧没到，能追吗？看一下，要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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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试一试。OK。我然后。什么技能？什么技能？盲僧没闪了。我减速了。不好杀。看先锋，看先锋，看先锋。我们是没惩戒的，直接打。先锋掉，我会六级。帮忙 A， 帮忙 A。直接 A， 直接 A， 飞快点。他们放。盲僧没闪了，我闭了笑了。我追踪。先放中先锋，要先放先锋，可以放，可以放，放吧，这样不然再落能去其他地方。我就在这后面藏着，落应该会在中路，我们随时能转其他线线去的。嗯，落在中，落在中，耗点他们状态，再不走了，就这样呗。好，我们还有巴德的先锋，可以不用提，可以可以。凯南有 TP 的，你要补装备吗？是，我直接下来了。哦，我有 T， 你们能打正面吗？可以啊，能开吗？要我上吗？落在这边绕，他们绕过去了。我去这边，我再去打一下路。我可以先脚闪拉开。哎，落落落落落，落没血了，慢点打，慢点打。啊，看你啊，看你没啊，看你没到。这边能靠我吗？这边，帮一下，帮一下。没进，盲僧没大了。一下。哦，可惜，可惜。慢点，慢点。怎么说？来一波团吧，我觉得。他们待会推进的时候，我们来一波团吧。好来，打不过就算了，没事的，我觉得。他们待会抓单比较好。抓单吧，那也行。就找那找单抓吧，找个有赏金的。剑魔这里有用闪吗？没用，没用，他那波是没闪的，这波闪会好。我这来上面。要打吗？对。我看吧，看吧。后边很多人。管不了我。我提线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哎，霞彪晕住了，剑魔，剑魔，我操，他这都不死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可惜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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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感觉我们还行吧？没事，没办法了，我觉得就这样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